开始服用 Beauty Social 是大概2011年的时候。为什么会服用它？是因为我有家族性的遗传痔疮，然后我的父母亲也是有痔疮，所以当我发作发热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痔疮的烦恼。可是当我喝了它之后，我的痔疮没有再发作。比如像便便的时候会出血，然后等等的，你们有痔疮应该懂啊，我就不要讲。这个东西它帮助到我，就是我喝了它，我就从来就没有发作过。我的父母亲，我有给他们喝，然后我的身边人都在喝。其实它是很天然的一个产品。我的弟媳他们怀孕也是有在喝，因为可以帮助她排便，因为孕妇有那种便秘的问题。然后就算其实我本身是没有喝之前都是很好便便的，没有便秘的问题，就是吃就上，可是我还是服用它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我痔疮的问题。像宿便的话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我们体内的宿便，因为宿便是平时我们从排便那边是不能够自然排出来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我，所以推荐给你们。